如今元昊借其父得名，数十年的经营，拥立之广，储粮之丰，无不远过其祖继迁。观其作为，很力强横，更是胜过其祖。既以建昊称帝，断没有几次小失利，便即议和的道理。党项一族多年周旋于辽宋之间，反复无常，兼剿贵诈，绝不可信。 宗时哥哥念了一下午的书了，娘娘让他一会儿也和我们一起吗？念书写字平日规矩，宗时哥哥都比你强十倍，连你都许去玩，娘娘怎会不许他去玩？他念书都念傻了，娘娘不命令他同我们玩，他才不去。你不好好读书，你倒聪明了。 哥哥，哥哥，哥哥给婴儿写信，哥哥帮辉柔写信。昨日的课，我还有几句想不大明白。娘娘子，你先陪辉柔和涛涛去做给燕子婴儿送信的纸鸢。 宗时，娘娘陪着你，看看能不能把你没想明白的精义讲明白。管家，这道羹是吊了足足12个时辰的高汤煨出来的，里面的肉。 3只出生5天的小羊羔，背上最嫩的那条里脊，碧寒找的方子，你就尝一尝吧。这一波羹，喂取几条肉，便是3只出生不久的羊羔。你可知羔羊哪怕多养半个月，便能多长出多少肉来？能是寻常百姓一大户人家多久的肉食？而一只成羊在西境。 能够2班哨岗的士兵饱餐一顿，撤下去。本来朕就没什么胃口，现在心里更是堵得慌。这种奢靡商务、耗费人力的食物，朕以后都不想再瞧见。 你也下去吧。怎么，朕说的话你也敢不听了？你看看你骄纵成什么样子！明明做的不对，还说不得了。你再这样，便算是朕护着你，旁人看见了，传到谏官处，我只管官家喜不喜欢我。 什么谏官宰相的，他们说我是贤良淑德，还是骄纵妖异，谁在乎了？谁让他圣女的名号？要惹人赞他天下第一贤德，便装去，我才不在乎。你不在乎？你是没看到他们一个一个长篇大论的弹劾奏章？我就是个伺候官家穿衣吃饭的侍女，一心一意想让官家吃得好些，睡得舒服些，偶尔逗逗官家开心。 这不是我的本分吗？我什么名分也没有，也不想要。他们弹劾我做什么？官家吃得不好，睡得不香，我心疼，想方设法给官家补补身子，弄点好吃的东西，怎么就错了？3只小羔羊，12个时辰的汤有什么了不起？若是碧寒的心头血，能让官家开开胃，气色好些，碧寒半点都不会犹豫的。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我不是别人，是皇帝，是天下百姓的君父，朝廷百官、宫廷内人都看着我。官家心里是天下百姓，那么多大臣、谏官，还有圣人一样的皇后，一个个的心里不都是天下朝廷百姓？
我还缺我这一个小女子吗？再说，天下百姓又没对我好过。当初我爹死了，我娘带着我，受的全是白眼欺负，我才不关心天下百姓如何呢。官家对我好，我心里就只有官家一个。 罢了罢了，论胡搅蛮缠，十个我，也不是一个你的对手啊。哪日我若是能给你讲明白仁义礼智信，便也能开班授课。主书里说了。 那官家不生气了。总之以后，不要再让我看见那些劳民伤财的东西。你那不是心疼我，是气我呢。嗯。官家不喜欢，以后不弄就是了。那碧寒，陪着官家研磨铺纸，陪官家。 操劳国事好不好？嗯，你在朕的身边，只会给朕捣乱分心，还想什么国事？我罚你，亲自去厨房给我煮碗面端过来。朕还饿着呢。遵旨。 多啦。胡先生讲诗，说诗是表达了人的喜怒哀乐，也就是情。胡先生说，孔圣人尤其重视让弟子学诗，情发于外，成诗成乐，抑扬顿挫。 反复吟咏之间，尤为感人。还没进宫之前，王府的先生讲，上天给人的性是善的，如果能保住先天的本性，不被情所惑，就可以做圣人君子。但是大多数人都被情所惑，丧失了原来的本性，就会作恶。情是害性的，所以情是不好的。 娘娘，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呢？关于情的论辩，先秦大儒和汉儒解的不同。娘娘并非博学鸿儒，定也不能讲透彻。不过，娘娘来试试。 张先生，张先生呢？如今职分是比我高，但是张先生便这么肯定，我一辈子只是侍女。茂泽不知姑娘今后是什么，也没有猜测过。茂泽从小侍奉官家，当官家是亲王时，便行亲王的礼。 官家是太子时，便行太子的礼。好，谢谢张先生教导。
看，这申时的太阳与午时的太阳、未时的太阳，颜色、大小、光芒都不相同。那么从此地看，与从在湖上看，在屋顶上看，也不尽相同。太阳都是同一个太阳，但是我们看的时辰不同，地方不同，看到眼里的样子便也不同。那么吟咏的诗句、写的文章便也不同。不同，却不能说谁是不对的。宁宁是说，虽然从前的先生讲情是不好的，而胡先生讲情不一定是不好的，他们讲的不同，却都不是错的。性乃至纯，生而具备。譬如仁爱孝悌，而情，是人与外物，性受外物所激而生的欢喜悲伤、眷恋哀愁。我想所谓会乱性，又人为恶的情，是滥情，没有节制，放纵喜怒肆意妄为，伤人伤己的情。而胡先生所讲的，是由心而发，却又能止乎于适度的情。娘娘，娘娘，我们把风筝做好了，也把跟燕子婴儿说的话都写上了。写上了。好，官家殿前的空地正好可以放风筝。你们把要跟鸟儿说的话，都让风筝带给他们。你说，再度回朝之后，吕一简会比从前更有分寸，还是觉得朝廷离不了他，越发张狂？吕相公，这一出一入之间，朝中门生故旧，职务变动不少，不同以往身世。而台谏之外，傅、苏、蔡几位年轻学士也当真耿直深谋，无所畏忌，吕相公也难有独大之势了。这几位数落起我来，可是半分不留情面呀。如今我做任何事，都要先在脑子里想一想，明日朝中又会是谁第一个站出来，从天象列举到人言。明君仁厚，才有真臣。几位年轻学士有担天下道义之心，为求公义，无所畏惧，真是天下之福，官家之福。无所畏惧。茂泽，在我的记忆之中，仿佛自己从来都不曾无所畏惧。你记得我何时有过吗？不说了，朕找你来是有正事。西边打得有胜有负，胜得多些。慢点啊！过来过来，跟着我。是啊，跟我的。好，慢点。你帮我拿一下。其实鸟儿不会看风筝上写的字，自然也不会听慧柔的话，到官家窗下提名。不过宗实现在明白了，宁宁并不是哄骗慧柔。怎么呢？娘娘不让慧柔抓鸟入笼，强送至福宁殿，却教她风筝传书。慧柔在风筝上给婴儿写的，就是她自己对官家的敬爱。这敬爱之情，没有故多而成任性自情，不徒增工人的劳力，不骚扰飞鸟在天地间的自由，是指乎于礼的如母之情。如今元昊攻击民寨颇有一阵，李世民守得如铜墙铁壁一般，元昊被挫了锐气，数次遣使要来和谈。元昊铁骑虽骁勇，
但凭若无所及，若不能速决，想必是焦躁的。嗯，哎，在朝堂上吵了几个时辰，听得朕头胀得快要炸开了。朕身在宫中，怎也不及元昊能率兵亲征，可依情势而变呢。明儿去翰林院，将这些奏章找人誊录了，然后替朕跑一趟定州，把有关议和仪式的奏章给范雍看，好做参详。你也好将当地的情势报回给朕，再做计较。是。也不知皇后会怎么看元昊的议和。若是官家没有其他吩咐，臣这就去翰林院，连夜誊录札子，明日一早便出发去定州。嗯。许久没去坤宁殿了，也该去看看宗室的功课了。爹爹听到了比往年所有春日里听到的莺啼都美一万倍的歌声。比婴儿唱的好听一万倍吗？嗯哼。那是天上的神鸟吗？官家，官家今日得了空了。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娘娘，别告诉爹爹秘密。晚来风渐起，能饮一杯无？春风岁岁至，千尊亦不足。韩思建数次上书，请赴范希文天章阁待制之职，调回京师，而梁府始终按下不议。如今张相致仕，陛下召吕公归，吕公重入中书，该议议范希文其父回京之事了吧？以忠诚对吕公了解，此议结果会当如何？以我对官家的了解，官家定是希望这由吕范相争引起的多年来将整个朝堂卷入其中的党争，该定论为能臣良相各为国事的见解之争。怀吉，歇歇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嗯，方才张先生找我来时已经吃过了，还有一个时辰便能抄完。先生明日一早还要离京赶路，早些完也好早些回去收拾行囊，睡个好觉。我去定州，当会见到严生。张先生，怀吉不舍得袁生。官家当真想看武剑？那就待下次大胜的战报传来之时，如何？其实，朕的心中不想和他。朕想乘胜追击，打出血性，扬我国威。若能在朕的手中夺回河西之地，重开丝绸之路，便是折上朕的10年20年寿命，也心甘情愿。但说官家万不能中了元昊的骄兵之计啊！如今绝非党项强人的真正战力，更艰难的苦战还在后面。我朝军事虽不及羌人勇悍，但边界战区地形，双方皆是易守难攻，主动出击便难免会陷入孤军深入、粮草补给不足的境地啊。我原本以为我朝30余年未经大战时，而党项全民皆兵，是多年南征北讨的虎狼之师，可开战数月竟势均力敌，看来他们储备实属贫弱，这仗打得没底啊。党项人彪悍狠绝，不死不休，如今绝未到他们顾忌补给的时候。开始他们只为试探我方实力，所以才会有势均力敌的假象，他们提出议和只为麻痹我方。官家从未接触战事，又太想些许耻辱，所以才会真的信。燕国，官家是否相信并不重要，怕就怕镇守定州的人信了，疏于防范。明日，其自当上书，请调西境。夏竦给我书信，以及故曹老将军临终前所上遗奏。夏竦言道，书西境意在于，深感曹将军对西部边事所见之透彻。曹将军怎么说？羌辽在北，久战16州。我朝无险可居，而元昊日强占据河西，今后必成我西陲之大患。曹老将军还曾言道，若元昊大举进犯，我方该坚壁清野，断绝贸易，死守宝寨，不让一粒米流出宋境，不让一颗山岩换得口粮。我方死守一冬，则党项老弱便会饿死20%，若守住3冬呢？元昊虽勇悍，却万不可敌其后方欲啖其血肉果腹的饥民呢。官家你看，各战区由于地形所限，相对孤立，很难互相增兵呼应支援。
所以我方顾不及羌人勇悍善战。但他们若想要攻入我方，攻下堡寨，守住再全线压境，却是难上加难。所以皇后的意思，我方极弱之兵，拼死聚守，或能抵住元昊亲率精兵的进犯。若想征讨元昊，收复河西之地，那就是天大的笑话。我军数月之前的胜绩，但只烧通地理，能知武略，便都知道，那是诱我军冒进，致全军覆没，大败而归的阴谋。既然皇后费心觐见，朕便收下。毕竟皇后是名将之后，家传渊博。不过这带红之物，还是用来画峨眉、点绛唇更合适。拿来画战区图，未免不伦不类。字是越发长进了，如此体感，尚能写得这样出色。怀吉，你字好，文章更好。你若不是，定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如今能读各种秘阁藏书，得韩思建、苏学士、蔡学士这样名臣才子的指点，怀吉也很幸运。这四方城虽不大，却有着这世间最珍奇的宝物书画，外间见不到的古籍，传说中的名臣才子，若有本事、权力、金钱，都能得到。只是，只愿你永远不要碰到那个让你不甘心的人。官家，你可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官家不是下旨了吗？让人家去厨房给做一碗面啊。这时间掐得还挺好。哎呀，人家哪有那么聪明啊？人家先是去厨房做了一碗，回来发现官家不在，然后我就等啊等，等到面冷了，坨住了，然后只好自己吃掉了。然后我又去厨房做了一碗，回来发现官家还是不在，可是人家已经不饿了呀。但是又怕官家生气，说我浪费，只好又把它吃掉了。好在啊，跑来跑去的也没有很累。我刚还在想呢，
如果官家笑我无言徒悲伤，多情总被无情伤，情深别来无恙，向着光的方向为世人点亮，了不起的伤。在人世阔叶渐起，又繁华如织，温柔的一线光将归途照亮，让星辰仰望，让万物生长。若托纸人寄锦书，不知寄往何处。小轩窗正梳妆，知情执手，无花黛眉梳花帐，多情总被无情伤，深情别来无恙，今夕何夕，身在孤城人唏嘘，情深不知心间何处不离殇，小命的奢侈狂，相视无言，深情半酒如惆怅，多情总被无情伤，深情别来无恙，今夕何夕，身在孤城人唏嘘，情深不知叫任都知和杨副都知过来。是。张碧寒封清河郡君，入湘乱阁。是。晋中两年内不入新的宫女内室，凡年限到的放出宫去，凡自请出宫的亦放出宫去。将朕平时持用的定力钱减半，将福宁殿和库中不用的金器收拾出来，让户部核算，换成明钱多少。管家。身边的人本就不多，用度也不奢华。明儿个，叫枢密院的陈执中他们进来，盘算一下所有陕西戍边的兵士，给家中父母幼儿发放冥钱。若有寡母的，双倍发放。给朕核算个数目出来。
镇武军节度使，资政殿学士，知盐州事，夫盐环庆路延边经略安抚使，夫盐路马步军都部署范雍上书请罪。范雍骄于小胜，虽陛下派特使多次提点，但仍未能警醒。吕仲元昊之奸计，命李士兵将诈降之兵编入金明寨防卫。这回虽说延州最终保住了，没能让那李元昊打入我朝边界，可我朝还是算大败。刘平、石仁孙两个将军驰援延州，却在三川口让李元昊围了，俩人还让人俘虏了，几乎全军覆没。不过西夏兵也折损不少，我看范雍是要丢官了，不至于掉脑袋吧。喂，那又没你老子娘的，你哭什么呀？夫盐路驻博都监黄德和告夫盐环庆副都部署副总管刘平投降元昊，背叛朝廷，且有刘平家谱一人为证，河中府依律封刘府，拘押家人百余口，算人证齐全，可定案发配。臣对此案颇有异议。讲。虽有原告及认证，但此案道理不通。范雍愚钝轻敌，李士兵暴躁自大，乃至金明寨被敌里应外合所破，延州守备薄弱，若不是刘平星夜驰援，以劣势兵力，此战拖住元昊主力几日，延州得援军，则延州必破，元昊定长驱直入。若如黄德和及刘平家谱所告，刘平贪生怕死，早递降书，又怎能及时驰援？更不可能在三川口激战三日，以劣势兵力死死拖住元昊主力精兵，打三日之久。此案确实有疑点，当详审。多情从被无情伤，不思量，自难忘。早生华发，笑我无言徒悲伤。多情从被无情伤，情深别来无恙。向着光的方向，为世人点亮。了不起的伤，多情总被无情伤，深情别来无恙。今夕何夕，身在孤城人唏嘘，情深不知人间何处不离殇。笑泯的奢侈狂，相视无言，深情半酒如惆怅。多情总被无情伤，深情别来无恙。今夕何夕，
继续，今生。